我那天因为哈，整个都乱掉了，啊，我只能表达说，其实严红过世，我很难过，又跟我这么多。这么多年突然，我会妥善处理，不是那个像有些媒体写的，就是什么不良的包，不良的厂商，不是这些用的代表，确实，五年十年的，啊，这次的事情，除了我们公司会尽全力来抚恤妥善这些罹难的家属，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些家属都给他们受到二次的伤害，我们不会逃避。我们公司不是那种不良公司，我们绝对会尽最大努力去妥善这些祸事办完，我们妥善协助他们，甚至该付的抚恤金，我们都会付，甚至每年公司如果还有办法经营下去，我们会每年也会准时的再提拨一些钱出来去慰问自己的家属，因为这个你是我的家人，这个意外。家属的痛他们是最痛，我是负责人，我也很痛，因为毕竟是员工的五年以上的员工，甚至那个厂长，也从他高中就跟我跟到现在已经过超过20几年，所以你们是有一个像是你们姻亲关系是吗？对，有，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姻亲的关系，远方的姻亲关系，这个方这个事情都是我只能讲一个无奈，站在我现在还没有倒下去，我可以帮忙，可以努力的，我绝对会尽全力去扶持他们。